我哋今日一齐聚集嘅唯一一个目的，我哋要一齐去见证上帝你嘅作为。Amen. 我哋要去见证你嘅大能，我哋要去见证你嘅慈爱。主啊，系啊，就好似头先系领会咧去带领我哋一样，主啊，让我哋每一个人今日我哋嘅心咧都系健康，我哋都系一个肉心，我哋能够去吸收， Amen. 能够去消化。上帝，你今日要赐俾我哋各样嘅恩典同埋祝福。哈利路亚。Amen. 水变为美酒，使盲眼重见光明，无人能像你，无人像你。你荣光去救黑暗，赐瓦罐代替灰尘，无人超过世上一切的君王，他医治我们，他们有权能祷告，祷告。我身最伟大，我身最刚强，远超过世上一切的君王，他医治我们，他们有权能祷告。我哋知道我哋所倚靠嘅神就系嗰个咧将水变成酒嘅神，嗰个行奇事嘅神，嗰个系到今日仍然行神迹奇事嘅神。系啊，主，我哋一齐嚟去仰望你。你将水变为美酒，使盲眼重见光明，无人能像你，无人像。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权能，我们都认定你是这个世界的主，主啊，你是那个掌权作王的主，主啊，你都是那个令我们夸胜的神，主啊，是你可以真的让死的都可以复活，盲眼的都可以看见，主啊，今天我们生命的状况，一切我们觉得很困难的，耶稣，我们就是全然张开我们的双手去投靠你，我们就是这样的去不断去唱，不断的去宣认，上帝你是最伟大的，上帝你是最伟大的，上帝你是超过世界上一切的君王，一切的权势，一切的国度，主啊，你是那个医治我们，你亦都是那个满有权能，但是你不是高高坐在宝座上，你和我们同在，你怜恤我们，上帝是啊，我们继续地去宣认上帝的权能，让我们去得着上帝，你的能力要成为我们的能力，你的帮助要成为我们的帮助，你的安慰要成为我们的安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们需要你，耶稣我们需要你，我选最伟大，我选最刚强，愿超过世上一切的君王，他医治我们，他满有全能祷告，我选最伟大，我选最刚强，愿超过世上一切的君王，他医治我们，他满有全能祷告，我身最伟大，我身最刚强，愿超过世上一切的君王，他医治我们，他满有全能祷告，我身最伟大，我身最刚强，愿超过世上一切的君王，他医治我们，他满有全能祷告，祷告。系我哋一齐继续嘅去领受，上帝今日要浇灌佢嘅活水。主的活水要去完全的去冲洗我们的生命，滋润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我们刚才我们打开我们的双手，主，原来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其实我们真的只需要降服我们自己，我们就会见到你，上帝帮助我们，上帝你的灵吸引我们，在你的荣美前，我们降服我们自己，我在寻找盼望，盼望有一位医生能治好我，能治好我，碰巧听到那撒勒人耶稣正在传福音给我这等人。
受压制的得自由，我怎可不
会带我哋，带我哋去跨越我哋每一个生命里面嘅风暴。主啊，帮助我哋，帮助我哋。去呼求，去呼求，让上帝成为我们的帮助，让上帝成为我们可能一些处境里面的出路，甚至真的让上帝真的真的真的再一次在我们生命里面去作王。主，我们向你去呼求，我们向你去呼求，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摆上我们的信，是一个对神全然的信靠，我们就可以得着主了。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献上这个信心。主啊，我们没有，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摆上给你。主啊，就是这个微小的信心，我们去宣认耶稣你是我们生命的王。多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你拯救我们，让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让我们不再被死亡所困，让我们可以在罪里面去释放，甚至让我们同你的圣洁有份。主，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主啊，在你一切的恩典里面，我们所能够向你所献上的摆上的是很微小，但主，我知道
你的确就是去悦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摆上的微笑，甚至我们在限制、在压力、在忙碌里面，我们为你所摆上的时间，我们所为你摆上的坚持，主你一一看在眼里面。主啊，愿今晚在敬拜里面你继续的去炼净、去更新我们，让你完全去悦纳我们这个生命的祭。我在献什么，你会喜悦吗？献上幼鱼还是最好？你说你宁愿关上你的店，若敬畏你的，怎可妄献？我在献什么，你会喜悦吗？献上有余还是最好？你说你宁愿关上你的店，若敬畏你的，怎可妄献？愿我的一生是为主而活，不再是我，让主作王，尽我的一生来荣耀基督。圣洁的火来烧尽我，我在献什么，你会喜悦吗？献上有余还是最好？你说你宁愿关上你的店，若敬畏你的，怎可妄献？我在献什么，你会喜悦吗？上有余还是最好？你说你宁愿关上你的店，若敬畏你的，怎可妄献？愿我的一生是为主而活，不再是我，让主中。
歌词，但系咧，我哋同我哋嘅主佢系冇连结，我哋佢系冇空间嚟到咧，去俾我哋嘅神向我哋生命嘅说话。系啊，歌词即系讲到嚟到去倾覆，去插慰我哋嘅生命，使到我哋嘅生命系被神嚟到去光照我哋嘅罪，嚟到认罪悔改，好让我哋嘅生命系成为圣洁嘅生命。弟兄姊妹。我想呢段时间不如我哋，你先嚟咗回想，或者系让到圣灵嚟咗光照你嘅生命，用咗空间俾圣灵今日向你嘅生命去说话。如果圣灵今日嚟咗光照你嘅罪嘅时候，你都嚟到认罪悔改好吗？我哋先用咗一啲空间俾圣灵向我哋嘅生命说话，跟住我都再想请敬拜队带我哋再嚟到去用呢个副歌嚟到敬拜我哋嘅神。在神面前，我哋冇咩嘢能够去隐藏。而神嘅话，一个痛悔、愿意嚟到去悔改嘅生命，佢必不轻看。弟兄姊妹，今日神佢只要我哋嚟到向佢认罪悔改，佢必定再次嚟到接纳、更新我哋嘅生命。愿意我哋再一次唱呢首歌。倾覆我，举起你嘅手嚟到唱，成为我哋嘅祷告，成为我哋嘅祷告嚟到呈现俾神。主耶稣，我哋多谢你嘅救恩，多谢你嘅恩典。我哋都总系会好多时候陷喺罪嘅里边，但系多谢你恩手一次又一次嚟到拯救我哋。主啊，今日我哋敞开我哋自己嘅心嚟到主你嘅跟前，求圣灵嚟到向我哋嘅生命说话，光照我哋。因为我哋好想我哋嘅生命全然嚟到属于你，被你所使用，为主你而活。多谢耶稣，愿你去垂听我哋每一个所发出嘅祷告，系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而求，阿门。谢主。